早安，哒哒哒，晚安，下午，晚上好。在拉肚子啊，很早。好啦，开喽。可能提早关呐，我也不知道。等下肚子痛就暂离了。哦，吃胃药啊，就拉肚子吃胃药，不肚子痛。然后下午跟我打过的还要打吗？没有啊，你干嘛跑？进来啊，白痴哦！下午打的只是活动而已哦。你现在画面要盯着我的光晕，怕死掉，还跑一个很危险的地方。就拉肚子而已啊！这只有这么香吗？这是哪一只？你来找阿鲁米，阿鲁米不知道在不在欸？哦，在。对啊，星座部那个发大财帮我抽的，机长也想发大财那一位，是泡芙啦。我不是 banner 吗？哦，出来了。你这只是结婚后吗？还是买什么东西的？看到，其实比例线条是比至少比灰夜姬的比例还要好欸。我有头大身体小欸。蛮好看的欸。结婚的哦，Hello，Hello，哦，我现在可能。等下声音会越讲越大声吧？我家这边下大雨，听不太到声音，所以可能自己讲话音量会变大。
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真没上魔力，分不进去。今天又有一样前面讲要早上嘛，然后快六点了啦，就去睡觉。然后下午看魔力就断线了，连不回去了。最后の十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パン。哦，你也断了。很难啊，半夜再上，对啊，只能半夜上啦。而且要想哦，今天是礼拜，今天是礼拜五哦，半夜好不好听是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就最酷的是这件事情啊。打掉欸，啊，对啊，哦，你吵死了，可以直接踢吗？没办法啊，就只能 ban 而已啊。为什么那么大？所有庄家。两宝牌。
ドラドラ。マンガン。リーチピーフドラ。リーチニャンプドラ猫ドラ猫。没有啊，每次不是啊，正听有什么问题，自摸而已嘛，是这样啊。正听不用怕，自摸能搞定。嗯，电哈记有玩见面吗？有欸。那怎么阿王会打开 PDF？ 哦，这两天一直吃那个火龙果，然后就是尿尿都会偏红色嘛，就会觉得说哇，火龙果的色素好恐怖哦。然后刚拉肚子拉完之后，再看一下马桶，哇，火龙果真的是好恐怖哦。正听自摸，不然就一直听牌就好啦。幸福幸运点可以抢杠，没在怕。哎，白九九，你要不要在上游戏呀？你是不是没在上光遇了？因为我最近一直在想问别人一些事情，就是他们会等到，就是因为我每天都是所有好友都送过一波，可是我有发现说，比如送50个人，我实际拿到的是30个活。我就在想说，那到底要怎么办？是人家送我之后，我再送回去，还是一样就是继续送？我怕是怕说有些人会想说，你送我，我送你好了啊。如果今天你不送我的话，啊，我也不送你这样子。我怕是怕这一点。5、6。最近忙忙的，没事啦。我等我立直，不可能那两个人烧这个花，傻了哦、喔。你叫月光他们出来啊！而且现在矮人呢、欸，脚很滑、欸，傻了、喔。不是，今天就是。万一有些人也是说你送我，我才送回去的话，那如果两个人这样子的话，他们不就两个人一辈子都不用送了吗？懂意思吗？今天是我全部人都送，这样也会包含到送到那个，就是有人你只要送给我就送给你嘛。那如果今天是大家都是你没有送给我就不送给你了，那情况下怎么办？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。我私訊輕生。很煩啊。リーチ。耶、yeah! ！赶上了。
笔电不在身边，没事。嗯，怎么打、啊？哇哦，怎么打、啊？一小小台闹，他就到处闹啊。人家闹就被那就好啦。才三个就叫七对子，白痴哦、喔！有这么好对的吗？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有了呢，可是，好啦，好了，我立直了，我们来烧花吧，快点，我们要四十二张牌可以烧 ，Go go go！ 哎、欸，木偶来帮忙烧花哦，木偶。房间要坏了啦！我优化哦，你看你、啊。等一下，我重开房间，我重开房间。等我一下哦、喔，现在光玉在烧一个很难烧的东西。我签你，好，我签你啊！再等我一下下哦。哎，有啦。好，房间重开。遭剧透仔，谁剧透？不是啊，现在干嘛？我可以烧啊！哦，这个、哦，好啦好啦好，你去。
谢谢，谢谢木偶。我想说啊，上面那两片我可以啊。然后你说你要签你，哦好，我去签，结果你还是把我丢在原地。我的天哪、啊！哦，是跟优花说话，不是我。哦，在那个啦，光晕里面的一个东西，烧花会给火焰，我们要用火焰去买东西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两个人烧花先烧那边的，那边没有一个人。我也是觉得啊。好，下次知道了。哈。谢谢木偶啊！阿健安，彩鸟哦，彩鸟下午在解任务的时候被打得很惨哦。再来一个金牌，那我了，抱歉。好啦，你去死啦！谁说啊？去死啊！
青、三色同順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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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啦啦啦啦啦啦，不对耶。哎呦！我惨！哎呦！你手？国屁呀、啊！我今天下午解任务有一场也是九中九排啊。结果我想说，老早就已经听牌了，我来玩十三面好了。结果我的其他家通通都。通通都那叫什么？自摸，北气的。房号多少？自己拉回放啊，自己拉哦。刚刚在思考要不要碰这个，要不要吃这个。这是我最近接，我也是啊，都听了只差一只鸟鸟了，连续字幕上一个。不是最好笑是今天是我很早就那个，我很早就听牌了、啊。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你觉得彩虹象征什么？那我是不是要打彩虹，然后去找彩虹？白痴，Rainbow。彩虹，彩虹象征彩虹，耶、yeah! ！点爱心，点爱心。怎么能点？难点呢、欸？
好像要点到边边，不能点到长方形，要点到圆形的那一个哎、欸。优化，你试试看，你不要点到名字，你要点到旁边的框。看哪个低能这边放建筑物啦，看不啦。啊，你有低能啊。那不就跟我那时候自疑色一样，那时候自疑色就是制到了别那个谁火鼠吗的国士，把发财给杠下去了。给你1000块。哇，吓死了！
不用为我啦，你要顾虑到其他玩牌的人心情好吗？你越为我，以后都不吃，跟你讲。小你平安安，由于这次任务没有啊，这次任务是只要那个哎、欸，你说今天的任务还是昨天的任务？今天任务不是场风或是三元牌吗？还是每个人不一样。嗯。如果每个人不一样的话，也很精彩。如果今天是说你要合到断幺九，一定会把幺九牌丢给其他人。今天换了吗？早上五点就换了吼。你先去看看，你先去更新一下啦。没有吃坏肚子啊，变天都这样啊，呼了呼了，肚子就会不舒服了。宝牌狂乐，哇！私の勝ちですね。感谢狐狸牙猫吉村贵生 ，T T T T。
昨天是平和或断腰吧？啊，昨天是那个啦，宝牌、礼宝或红宝牌。然后前天才是平和或断腰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啊，我想做别的哎，哈哈，到了。噔噔噔噔，刚刚台北好像下大雨，台北一直都在下雨吧，101那边都淹水了。完蛋了，リーチ。ドン。马路会淹水吧？就信义区那边在淹水啊。
我搞不好等一下躺回去睡觉了嘞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干嘛讲这句话？哎、欸，我有时候会开始出现幻听，哎，会觉得有人在跟我讲话，会回他说话，然后才意识到说，哎、欸，刚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吗？完了，我是不是听到你们听不到的声音了？嗯，好恐怖哦，恐怖死了。嘛，就像刚刚那个啊，我不是突然蹦出说，我搞不好等一下就去睡觉了。啊，明明也没人问我这个问题，不是吗？有。问别人是不是他说话，结果不是，对啊，就说哈，你刚问这个问题吗？我该打掉的。リーチ。啊。麦冬麦冬，灭会。不是啊，现在是完全没有人打这个字，而且我刚刚是感觉到我是听到这句话，好像有人在我耳边跟我讲话，然后我就自然的回说这句话。我搞不好等一下就去睡觉了啊，就跟聊天室某几个观众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聊我们的，蹦硬要讲出自己的故事，还没人听得懂，他只能把他编了啊，对不对？大才，你怎么有空来看台？内心声音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觉得我要去通灵一下了。内心中的小精灵在我耳边一直讲话，稀稀疏疏，一直讲，刻下去。龙龙龙到死李子スモですわ計算通りです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リーチ。没什么嘛，自摸剩四张，摸给你们看。台鸟那个包牌是什么？什么包牌？看杏包大三元真的太爽了，自己三位没什么好难过。哦，有人包了大三元是不是？帅妮妮，一个帅妮，帅妮，再来个二万吧。所以那个是什么？他们说是靠腰。
听说那个是他们说，你只要为了那个三元牌的那个人，他合到大三元，你就要把牌全都包下去给你。懂吗？你现在有看懂吗？就比如说我已经碰了白板跟发财，结果你还为了一个啊白板跟发财嘛，你还为了红中给我，那就是你要包那个，如果他胡的话，你就全额负责。我多好养啊！那时候在实况上也第一次有遇到这个状况，那时候我也是搞不清楚状况啊，赌赌看。是全额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忘记了。我上次玩是玩全额的哎、欸。我要付一半哦，啊，对不起，我是菜逼吧。Nickel striking, shiny cookie。つの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干嘛了？干嘛了？干嘛了？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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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好差哦！你好，阿亮。不是啊，亮没用啊。我刚刚那一局也是什么北风很亮吧？是吗？还不是糊不到。啊，我收回那句话。耶、yeah! ！我的血回来了。不是说没用啊，就是要嘴贱一下，有没有？嘴要够贱。脸肿肿的，我在吃那个那叫什么？不是柚子，柚子弄好像熏成一个那种一块一块的，在吃这个东西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这个，就突然。突然开始在吃，
可能是刚刚只有亮四张牌吧，买了三张牌不够，要四张牌。又可以玩了，四张北哦，哎呦，对你，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还是会啾啾叫啊。干什么？干！然后杠下去哦，好烦哦。一啊，可是啊，一二。杠喽，我杠喽，我杠。嗯哼哼哼。最后的十枚になっても。哎，不对啊，我想打这张，白痴哦。没绿色，绿不了啊！是摸不到发、啊。那、啊、怎么又变成了这样子的牌啊？哎呦，好大声哦！好啦，下面一位。当然のことよ。
欸，那个叫什么啊？忘记了。然后中在吃中药那个一块一块的。哎，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あ、怖い。干什么？怎么变这样子？啊哟！八仙果，好像是哎、欸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不是不是八仙果，就是柚子皮呀、啊。哎、欸，好像是哎、欸，对不起，小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是八仙果，没错没错没错。哇，你们真的是 我要讲什么？博士多闻嘛？啊，刚才之前讲的，你们真是财源广进啊！签不到，这边一堆船过来点，我签不到。过来，签不到手，那边一堆船。我要摔滑鼠了、哦。我啥时抽到这牌背的、啊、不是我抽的。是机长发大财帮我抽的。那头框是直接买了啦。
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哎、欸，回来了、欸，做什么梦啊？要回家。啊，做什么梦啊？真的是，真是的，还打错吧？天哪！你的绿鱼色怎么了？在谁那儿？你问我刚刚连自摸两局正常吗？还好吧，我觉得现在自摸还 OK 啊。把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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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的血压，哎、欸，对耶，我的任务，我的任务，啊啊，去吧，没什么了不起。哎、欸，吊船游戏呢，优化，还有吊船游戏。啊，开啦，开啦，结束啦！对，你该准备抢房了。准备了、哦、就是现在，密码打完，赶快送出。好了好了，现在可以，我真的可以专心打牌了，不用怕了，不用怕了。我刚刚有点不专心，对不起，因为刚刚有人在赖我。好了好了，正常的我回来了。哎呦，送我飞机票，没事啦，而且刚刚反正就是在忙，我等一下关台后然后再去检查影片啊，不是啦，点不到啦，你们长太像了啦，好啊，等一下来发财啊。
大家去检查木偶帮我剪的影片。对面是杰克吗？杰云是杰云，杰克怎么可能现在在玩啊，他有王国欸，是吗？不知道欸。英有杰克吗？继续去台湾挖钻石什么意思？你在台湾挖钻石？杰克在直播哦，杰克也没有。有个全球地图的伺服器在台湾生存中，你说伺服器名称哦？杰克应该也是在搞他的那个吧，他的伺服器不是吗？宝可梦的伺服器，来吧。你们需要我的，我立足的。什么队友需要我过去帮忙？哎，云娜。你是不是没能量了啊？我在肚子痛吗？稍微，稍微疼。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天敗。他没粒子，就红中而已吧。不会粒子。哦，老朱，你的目睭嘛，无看好。如果糊的话嘛，我可能一饱而已。杰云，放下你手上的字牌吧，我是不会让步的、喔，除非我摸到这几张啦，我就让了、喔。杰云啊，
捷云红中没有老捷云。捷云要哭死了吧，如果真的是的话他拿不到。会不会是自牌勒出来啦。你真的在做果哦。我笑得好坏哦，怎么办？捷云对不起，我不该这么坏的。其实你可以来听自疑色啊，如果你有其他幺九牌的话。对啊，博士很好做，老头跟那个啊，自疑色的。捷运很认真在玩，我们不要笑他了。为什么你肚子痛还要开直播？我要赚钱。你懂吗？如果你真的是什么游戏实况组之类的话，你要知道钱，你要的是钱，要那个酷东西，要那个玛尼。学生不懂，懂了你就知道了 啊， 你懂了你也会忘记我讲过这件事情啊，毕竟都过那么久了。你可以问你爸妈，我说你这么累为什么还要上班，请假就好了啊。所以这就是很多，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年纪到了，然后跟一些年纪比较小的观众会有隔阂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什么东西你们听不懂，我们也很难过啊。哇，他转一转，哎，你的幺九牌其实也还好啊，几张而已耶。你打了几张？一张、两张、三张、四张。但不对，我说对啊，这张还好，有听就好，有听就好。对啊，而且我们发出了来自地狱的吼声。我叫初老现象啦。不是啊，这个你刚刚讲的那个要缓缓啊，看看谁敢做，我就啊，没有，你看没有人敢做啊。没有人做就不好玩了啊，降下去就不好玩了。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神社。我有那么老吗？我很老啊。ラ
是不是可以？你的牌看起来很老，还很混呢。我的牌还在混呢。欸，我合了居然没有很开心的感觉，哈哈，我的天哪，太淡定了吧。没有清哪魂啦，因为只有三暗刻啊，三而已哦，好吧。哦，三颗不能杠牌哦。哦，对呢。好吧。好啦，现在大家又学到了哦。自摸才能是四暗刻哦，我刚刚要跳过过水都不对，哎呀，算了啊，都过去了。刷刷 key， 就让他去吧。可以单骑，那是梦好吗？刚刚牌剩下不多了，你还想要我单骑？而且刚刚如果单骑的话，我还是进不了，还是听不了牌啊。
我用兔子角色，对啊，对呀、啊。哇，快九点半了。来个猪血糕，打掉这一张，拼这两张，结束。那猪血糕没了耶。哎、欸，这样子的话、啊，那就听这一张喽，打掉这一张。我们今天跑完快，很快啊，你越来越强了哎、欸。听不到啦，进章就一直来这些妖魔鬼怪，我怎么进？我怎么清？我们今天跑哪里？木土、雨林、峡谷。我们进格跟那个啊，陈岛还没吗？还有。我冲什么的贝利？啊，算了啦，有听牌就好。最后的10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、ジーニャ。ラン。看清楚，听什么在力压？我知道在听什么啊！我想说，我不想浪费粒子棒啊！我不想浪费粒子棒，我才会这样子讲，好吗？那你可不可以看清楚台规再来讲一些事情啊？哈！投げかなくても良い。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るのは。感谢杰云，你的国士无双被我看破了。你刚刚是几张起手就想国士无双啊？感觉你刚刚是五张起手哎、欸。这是 Wednesday 吗？礼拜五？不是 ，Wednesday 是礼拜几？礼拜三？还是礼拜四？八张哦，哇！嗨，西明。我的英文怎么了？我的英文没有好过好吗？你第一天认识我吗？EAY 啊，不然这怎么念？你教我，你教我嘛。
这是什么游戏？麦块。喂，这不是 Wednesday 哦，我去查查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们来。哦，葡萄酒节哦，白痴哦。它叫做葡萄酒节。你看，看到 WDAY 就会自动转换成星期三，厉害吧？我想说，怎么没有 S 在中间？是不是他打错字了？不是，是我，我才是小丑。啊，都已经讲完了，你还一直该，我的天！对耶，老居，一个是葡萄酒，一个是白酒，哎，那怎么办？我们来喝酒，哇哦，酒局，看来现在白酒赢了红酒，哎，红酒要乘胜追击咯。新築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つま。好，吓到我了。酒真的还好欸，一七八，话说下次进房的话，我要把教主你的声音关掉，为什么？我在干扰你打牌吗？干扰到你了吗？那表示我很成功啊。不少，不让人胡牌。
有事先下，好，拜拜。你是用手机打没错啊。你 是手很抖啊，老鸡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リーチ。好啦，拿去啦，拿去啦，拿去啦！哈哈 ，fuck！ fuck！ 好气。过不去的，你好烂哦！走啦走啦走啦！噔噔，哎呦，话我过不去了。出门掰，好，路上小心。Oh my god, Oh my god， 这次真的不见啦！你哦，你陪汤包跑步，好，路上小心哦。哎，看来幽光，来不幽光，幽花也过不啦，月光也过不去，分数也会骂人，是不是？感受到我的怒气了吧？我气死了！我叫虚拟一杰啊 ，Hello。要赌吗？好，赌了。哈哈，啊怕！没了，没了，都没了。机会就是。我不会把握。快让我死吧！让我死吧！不是啊，你看，就算这样子，我也凑不到魂老头啊！你看，也没有成对啊，然后现在发财了，你看。你会摸得很绝望嘛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不碰的后果，你看，是不是很绝望？感受痛苦吧。
哦，好痛苦哦！没有啊，就算你这样子，这只是当眼而已啊。哦，等下是不是莱西了？莱西我会疯哦！啊，打错了。哭啊！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真的是难过哎。七百东八红中，然后嘞，李靖，靖呀，子墨了不起哦，拍手，你快不快乐？当你推开我的那一刻，你快不快乐？死了，还负一百，天啊！看来我不适合喝酒，酒会咬人。好啦，感谢红酒、白酒跟老居居酒屋。你在纠结要不要喝？走开走开走开！欸，大才，这就是我们的大才。你看大才的牌运真的是很强，这都是大才打出来的牌，不要惹到他。啊，神豪你也有了咯，我昨天才在开台说你的那个比较喜欢你那个你的原本角色，你的白板男子角色没有结婚的样子。你就和嘛，你早点和早点结束啊，早点下一场啊。啊，我就说这是这样，这超像在玩恋与制作人啊。你直接被登出，登出什么你都喜欢。欸，生蚝你是男的女的？我只是好奇问问，就像信他吃说他喜欢玩男角而已啊。你应该换啊，你来不及了，没有没有用了，可能是最后一场咯，13.7分钟。如果大才手下留情的话，我们可能如果大才手下不留情的话，我们可能可以再一局。如果他手下留情的话，我们可能这一局打了就没有了。哪有手下留情？你每次都一万起跳的欸，手下留情，骗鬼，骗鬼，病鬼啊！哦，大才，你给的很棒欸，给你爱心。
摸。好，自摸。然后怪怪的。我要自摸。哪一部啊？哪一部电影啊？你说却想干什么？臭大才！自摸天后哦，对对对对对。你不是很扯吗？要透过项链那些反光来，然后去看别人的牌有什么的，怎么看得了啊？很开心齁。你很开心哈，你很开心嘛，好嗨。我的万子溢出来啦。大才，我知道你不需要那一张，给我啦，大才。我天天叫着，没有，没骂脏话。不是那一张，大才。隔壁那一张，我觉得他很孤。如果你有在看他，应该是很。你怎么可以这？你看，你看，看一万起跳，一万二起跳。看大才就是这么凶残。大才。你们要啊？天牌，凶残的大彩。他是他怎么讲？他要怎么讲？也不算新手了，就是真的。很恐怖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加班了吗？哦，大才再凶一点吧，直击他。大才加油加油！很晒也不是很晒啊，他已经会玩了。就只是那天他也问我说：“你为什么不直接刚要用碰的？”我说：“可以玩岭上开花，不就很帅吗？”他就是遇到什么会及时马上问我啊，就会解释给他听为什么会这么做。然后他就是真的每次玩观众场都没看到他糊到8000以下的分数。大才加油！大才，我帮你加油咯。一直点亮了耶！上线。发大财！而且我好像第一次跟观众打会有人用这个 skin， 之前都是之前大家都是用他没结婚的嘛，然后才发现你看有兔子，然后这边有兔子。下次抽到也考虑要让他结婚。
噔噔噔噔，大财！李姐，李姐呀！你快不快乐？当你推开我的那一刻，大财。八七，天哪，很美啊！他结婚了之后，我才知道这只角色好好看。应该说那时候玩的时候，就整个是被灰夜姬的耳朵给迷住了，然后就是很无视到他身上也有兔子。大才加油，打赢他，我就不用加班喽。好，狐狸，拜拜。大彩，大彩，大声300块的大彩，很好吃啊！它是饭后甜点啊，你一定吃得下。生蚝啊，生蚝你不吃吗？哎、欸，我记得你也是不吃生蚝的吧？完了，生蚝。哦，你活下来了，你活下来了，你活下来了。他现在是价值2300的生蚝。多了，对啊，大彩还帮多丢了1000块给他。嗯，嘻嘻，破音。哎，你一直贴，我也想要吐。烦我。大彩 love you， 没了，没得碰了，没得碰大才，我干！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生蚝究竟降落谁家？谁可以获得生蚝呢？你想吃生蚝？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！
哇，你丢出去是水耶，生蚝，你真的是生蚝耶，生蚝。看来生蚝还能撑，完蛋了，反而是我前面那么顺。完了，竟然没听牌。生蚝又补血了，生蚝再次活下来了，世界冠军。哎，你这一场都对我好好哦，干嘛？我送你很好是不是？生蚝越来越贵了，喂，快点，有生蚝股票上涨哦，赶快赶快！是不是这两张打掉啊？可是我不太想哎。装等于，这个是传统，不好意思了。我觉得做不到绿啊！你看，三张已经在这了嘛，这两要打掉五张哎，就是很难过哎、欸。等一下，光遇人在吵架了，不要吵。我要吵架，哎呀，我没吃到生蚝，不，生蚝又叠价了哦，叠价。这场真的是太刺激了，怎么能可以那么好笑、啊、我的天哪、啊、两个食物泡芙 VS 生蚝、欸、如果泡芙里面加生蚝是很恶心啊。你看冷热东西可以分开吃，但不能混在一起吃。生蚝死去，哇哦，这太痛了，生蚝整个被咬烂了，怎么那么痛？为什么？哦，庄家是不是？是。好啦，感谢生蚝、哦、大才跟英灵幻梦，感谢感谢，恶心死了。来看一下啊，看不到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我们来看一下仓库。装扮服饰，刚那一只，他其实问我说要不要买，我就说我又没那只角色，那一只，啊还有这个，有这只角色老居买了啦，这只很漂亮哎、欸，可是你现在用梦子对不对？大才有问我说要不要买这只。他那天是我说你小导游要买吗？我说小导游是谁？小导游雏田。然后就隔天跟我说，那你雏田要不要买？我说雏田是谁？小导游雏田啊。有什么？啊，这次我就有看过了，可是啊，有兔子。这只又有兔子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，啊，这边有藏一只猫。对啊，我那时候又刚好在看那个《火影忍者》，
然后他就突然在问说：“你雏田的衣服要买吗？”我说：“雏田，怎么雏田？”然后说就把火影忍者先按暂停。我说什么雏田的衣服？小岛由雏田呐、啊！我就妈靠！嗯，可是我没这只角色啊！啊，不是啊，不是雏田呐、啊，是你那一只啦，这只啊。这只我一般般啊，想说等你那一只啊。如果寻觅到你这只的话，除桃，对不对？那我那时候是跟他讲说，我应该之后就是等那个直接等灰夜姬的圣诞了吧？哎，太好，这次好像可以结婚了哎，看一下，可以了，所以我每天再去买光明的商家。杂货，发心，好没有，拜拜。还有粉末不是还好吗？粉末拆一拆就有了，我粉不够，拆一拆就有了，不是吗？好啦，就这样啦，先这样了，感谢各位啦。我知道宝石可以买很贵，就这样喽，各位晚安，拜拜。不，看不到手。直播画画哦，要看我手感啊。